准备出发。台湾目前这边17度，我们看去日本看有几度。我们现在是要 P1 停车场，在这里 P1 停车场258，还是开车方便，直接到了，开车方便了、啊。摩沙朗。可能大家早上跑光了吧，走吧，去吃早餐。过了，这次要去日本租车，我去办那个，然后100多块吧，忘记了。那个护照，那个驾照要带，听说没有带驾照没办法过。这礼拜三看到亏了已久的登机。陈波以前来机场都没有上去登机过，上去了，拍照去哪里拍？去哪里拍？这里啊。在忙着上班。谢谢大家。谢谢你们的耐心。摸一下，陈宝摸一下这个，陈宝摸一下这个，冰冰。好了 ，Go。40A。40A， 啊，可以，看得到。陈宝，你们在后面呢？你要坐这个吗？不要，我要坐这里。你可以，可以看到哦。飞机上吃水果。40A 还可以。都可以看到下面哦。Yeah.
去喽。什么嘞？设定好了没？这么久？什么在忙？忙着设定那个手机。这是哪里？成田机场。都是胖胖的飞机。好，走，继续。后来出来之后，这边有个巴士，这个铃木区，哎，不然看这个好了，这个也有，不动了。这个我们要去这一个，可以有下车，三个，确认。8点三个，这样多少钱？除以3多少？这个17要8点啊，好久、哦。可以，现在需要这个看看。啊，应该是这个没错了。OK， 我们选第二、第三后机楼在哪里？车站指南看一下，3600。哎、欸，还可以打印呢。哎、欸，不、哦，我们是要再从这边去北一，这里，对不对？10号，我们去10号，是不是？10号在干嘛 ？QR code，QR code， 目标是这个吧？哈，哇，这样子的哈、哦，刚刚印出来这个。穿个外套吧，不用拿。总 total 是2000多块，2930，78。哎，他们要花两个小时，哎，一个多小时而已。找东西吃。找公车站，看在哪里？人好少哦。14号，成田空港，这里是 Terminal 2。快到了，哎、欸，就这个啊，立木金，是吗？这里 ，Airport 的立木金。15号，我们核对在哪里？我们核对在哪里？迪士尼阿拉伯，波兰诶，无，这没有写那个嘞，没有，不是我们的，就这里，应该这里没错了，没有 ，hotel， 这边 hotel 的没有，哎，没有啊，没有写。这个可以买 IC 卡，哎，西瓜卡，有没有标示出来？还有 Ticket Office B1 一楼，看这是不是什么？问一下 ，Go， 进进进，17号这个吧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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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行，行 ，TCAT 是带这个。这个 T 线，这个大磁带3列，先在那边等3号，老婆，哎，这里有，这是这一台，你看有啊？为什么比较多？他们说涩谷、西浦亚。西浦亚，哦，出发，哎，无啥人诶，拢无满啊，什么定位？可能今下换吧，吼，今下换，
啊，磁带方向只有我们三个人，一个人、两个人，跟我三个人。Oh my goodness！ 是车子就我们三个人的了，哈哈哈，太好了，三个随便坐了，哈哈哈。怎么那么少人啊？都是八点，2A、3A 跟2B。2A、2B 跟 3A 不晓得会准时了，53分8点出发了，会不会迟到？老婆会不会迟到？看巴士会不会迟到？哪有啊，这是他们那个地铁都误点啊，超级误点。什么轻点点呼一下气，点点点哈一下，哈一下，哈一下啦。坐这一班八点，第一站日本桥，第二站太阳城，太阳城王子大饭店，第三、第四，我们第二站。哦，好，十五分。什么？现在零度呢？你穿一件而已啊、哦、！Oh my god！ 阿嬷看到会觉得你冷哦，我跟你讲，好快、欸、很准时哎、欸、57分哎、欸、好准时哦、喔、啊里面很多人啊，也还是有人啊，哎、欸、里面没什么人，我们上车咯，这个 Go。 这门口哎、欸，哇，太好了，都不用走了。OK。这三张。哦，有雪，小心滑倒哎、欸！哇，雪，哦。正门口，啊！什么有雪？要不要摸看看？变冰格啊！地直达。立木金巴士，太厉害了，走吧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大厅在这里，深山西体。
哇！哎、欸，你要等我？好呀，会吗？好，进去 check in 了。77832 Hotel 120，我们在第四包在哪边？第四个有四，这个就可以了。34，不是那里啦，到了2002啊，最边边哎，脚尖啊，耶、yeah ，看不出来，这好几十年了。哎、欸，走12小时哎、欸、，BB 呀、啊，开，进去的，不晓得应该插着吧？不用插，会不会很大？还蛮大的啊。啊，可以。好像在东京都不行，哦，这算大的喽。Thank you。哦，浴室，单独浴室哎，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哦，三个床哎，刚好哎，啊，这加床的啦，是吗？不晓得嘞，来看一下夜景，看夜景。哇，赞哦，这个 view 赞哦，三山七体。哦，我这样拍的才漂亮哈。好。好一下，2002，我们是边间，哎、欸，也不算边间呢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边间就对，来看一下，厕所，等会，哦，不错，你看啊，说都有，哦，哇，三个梳子。水还可以的。小吹风机，看 Sony 有拖鞋吗？有拖鞋的，还有那个 sandpaper， 这什么？皮带。我们要住三天，然后这几天三天嘛哈。厕所，它这个都是那种组合式的嘞，我可以泡汤嘞。哎呀，以前很小哎。小一栋还很小一个，还有沙发哎、欸，不错，一个床两个床三个床，说给，哎，还有三杯水了，朋友啦，三杯水了，有了，嗯，可以烧开水的吗？可以，有一定有了，哎、欸，有吗？有了，哎、欸，这个不看。哇，这个地方是不错的了，您来看看怎样？不错的喽，两栋大栋的。嗯，这个两扇栋哦。啊，可能这栋是饭店，那旁边是那个西体的，像不像西体？像不像西体？哇，好，啊，还有一个，旁边这一个，煮开水在哪里？还没看到。啊，这里煮开水的。哎，这掉衣服的。对，煮开水的，绿茶。煮开水要煮开水吗？你要煮开水吗？好，煮开水。啊，这冰箱看有什么饮料，免费的。啊，空的。好。喝。Panasonic。啊，这什么？哎，这个会亮起来的呢。哦，可以越亮。我去，这个厚重衣服都没办法穿，热热的。到饭店喽，看一下。
电热，好温暖哦。20层楼高。测试一下 WiFi。日本的看不到，看不懂。拿小米来用，不错了，可以用。哇，卡住了。耶、yeah, ，可以啊，超赞的嘞！里面，免治马桶，最喜欢泡汤了。它这边有三个，还不错，润发乳、洗发乳跟那个沐浴乳，最高到40度哎，烫的嘞，泡汤喽。